县令黄文月吗？正是，他于10日前任满，回到江州。 官城，在。大人，昨夜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昨晚是卑职之夜，大约二更时分，好像听到房中有争吵之声。哦，但很快就停止了。之后呢？之后就没有动静了。昨夜
有人来找过黄大人吗？ 余家，到武平县城是走这条路吗？哦，老人家，到武平县是走这条路吗？啊，对呀，由此往北10里就是武平县城了。啊，多谢老人家。 就是这烹茶的手艺稍微差了一点儿啊！得了吧，叔父，你老人家就凑合点吧。大早起和粥出城到现在，您老掉了一上午了，连条鱼影也没见着，害得我们白白陪您待了几个时辰。我看您这手艺还不如我呢。有大鱼，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出来，哎，大鱼，哎。 别急，别急，大人，先溜达了，别让大人，别让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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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
江州一年多，这诗写了不少，可鱼是一条也没钓上来。今天是收获。哎，如燕，我的诗啊，我的诗都弄湿了。反正都是诗，诗就诗了吧。这怎么回事？这还跑？放开我！如燕，师傅，你看，元芳，快快救人！慢点，如燕，快！什么？你他妈给我跳下去，把他捞上来啊！快点啊！快！小的不会水啊，这你给我下去啊！真他妈一群废物！不会下去！快点！快点！来，抓住足够，抓住足够！对，使点劲！好，抓住杆子！哎，马上就好了。把手给我，拉着上来，拉着！哎，再使劲！给我躺下，扶他躺下。叔父，你快来看看。
刚刚追赶你的那些恶狐是什么人？是平南侯府的人。正是。他们为什么追赶于你啊？没什么。 娘呢？被人救走了。什么？救走了？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率人追赶几娘来到江边，这丫头见我们追得急了，竟然不顾死活跳下了悬崖，被江面几个使船的渔夫给救了。我连声喝骂，让他们救人，可他们毫不理睬，江船径直划走了。你他娘混蛋！一群废物，连个小女子和几个臭渔夫也对付不了，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啊？ 侯爷，谁想到锦娘她会跳崖呢？等我们赶到江边，那些渔夫已经锦娘救起，我们连舞带下都说出了咱平南侯府的名头了。可那几个人理都不理，小的有什么办法呀？哪里来的渔夫竟敢和我作对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朵儿，在。你马上带人到县里，命县衙捕快全体出动，给我查找锦娘和渔夫的踪迹。找不回锦娘。 我他娘活剐了你！快去！是。林夫人。 县令大人被小人做主啊！走，冤枉啊！这闲的没事又来告状，就是嘛，破堂鼓敲的山响，屁股刚坐热又得起，真够烦的，烦死了！哎，对了，赵四，你老娘怎么样了？没啥大事儿，拉稀，找他们看。啊，昨儿给我去钱摊呀，瞧这一头毛驴，真叫棒，就是贵了点二百文。 二百文吧，把这个租金。肃静！将击鼓之人带上堂来。来了，大人，冤枉啊！求您给小人做主啊！有何冤屈，当堂讲来。小人是小蒲村的村民吴四，因欠平南侯府债务。
一年前，平南侯府将小人的女儿锦娘强抢进府为婢，昨夜二更时分，锦娘逃了回来，说是平南侯看上了她，欲行非礼之事，锦娘拼死挣扎，这才逃出虎口。正说话间，侯府家丁赶来，硬生生的将锦娘抢走了。吴四，你女儿锦娘既身在侯府为婢，就应顺从主人，怎可私自逃回家中？这也难怪侯府的人会前来寻找啊。大人，平南侯是要强霸小女，难道这也要顺从？锦娘为保贞洁逃离侯府，怎能说是私自逃回？请您做主啊。当然了，平南侯如此做法也是有些欠妥啊。可是求大人秉公执法，救出小女锦娘。我说吴四啊，你看原来的县令黄文月大人刚刚离任，新县令还没有到任，我这个县城就是个勉强凑数的，做不了主啊。要不这样，等新县令上任之后，你再到公堂鸣冤，也许他有办法。啊，大人，光天化日强抢民女，衙门不管。嘿，哎，吴四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只是个县城，做不了主。再有，我可劝你一句啊，沾上了平南侯府，你就忍了吧，不就是抢了你的女儿，打了你一顿吗？够便宜的啊！你要是再这样告下去，兴许连老命都保不住了。你呀，赶紧回家去吧。啊，走走走。什么？难道他们抢了我的女儿，就白抢了？好大的架子！侯府来人也不知道出来迎迎。是几位？黄文月呢？怎么，尊家不知黄县令已经离任，不在武平了？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是，几位是平南侯府的尊家。告诉你，我不管黄文月在不在，你立刻出差，给我将小不孙的锦娘抓捕到案。真是你们呐！是你们呐！你们呐！去吧！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？你这个老东西！我说到处找不着你呢，原来跑这儿来了。你女儿呢？不是被你们抓走了吗？哎呀！放你娘的狗屁！这臭娘们昨天夜里趁我们不注意逃出了侯府，今天早晨跳进浔阳江，被几个使船的给救了。你说她现在是不是回到你家里了？没有。你个老棺材瓤子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不肯说实话。给我打！还敢打！这位尊家，这里是公堂，请你们住手。公堂怎么了？惹恼了咱们侯爷，让娘这破公堂变成丧堂，给我狠狠打！打！狠狠打！住手！各位，别再打了！来人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你们的家不都在武平吗？动了侯府的人，别说你们几个小王八蛋囫囵吞枣，就是你们的家人也他娘别想逃。混账，跟大爷玩这一套是不是活腻了？尊家别动粗，别动粗，这里好歹是公堂，你们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看在离任的黄文月大人的份上，就请您住手吧。这他娘的还像句人话？黄县令是我们侯爷的朋友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罢了，弟兄们，住手！我告诉你啊，明天这个时候交不出锦娘，我拆你的狗窝！走，便宜老混账了！走！混账东西，愣着干什么？看看老头子怎么样了！怎么样？他死了？吴四啊，吴四，好话对你说尽，你就是不肯听。现在怎么样？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上了吧？来人，
收尸。是。小二哥。哎呦，黎先生，您来了。看看我这条鱼钓的怎么样啊？嘿，这条鱼可真够大的，它不得有十多斤重啊！我说黎先生，您是把鱼精给钓上来了。他可真会说话啊！你没说，我把龙王钓上来，就算嘴下留情了。来，把鱼做了，端上桌来。得嘞。来来来来，啊！哎，今天可以说是收获甚丰啊，钓了一条大鱼。救了一个落水之人，哎，到武平半年多，天天都过得平淡无奇，只有今日还有些意思。叔父，那个锦娘甚是奇怪，下了船后连谢都没说一声，扭头就跑了，好像怕见着鬼似的。看起来这丫头定是有难言之隐的。你们还记得吗？在船上她提到了平南侯府。是的，可再问他就不肯说了。听说这个平南侯府在武平可是霸道的紧了。是啊，我也有所耳闻，只是未曾亲眼得见。叔父，这个平南侯到底是什么来历？这话说来可就长了。平南侯名叫薛青林，本是太宗朝勇将薛万彻之孙。薛万彻，正是。听说薛万彻有万夫不挡之勇，玄武门之变前他投靠在建成太子麾下，后来才被太宗收留。是啊，20年前这个薛青林依靠祖印，也不过就是个三等轻车都尉，世居江州。然而当时的一件大冤案却令其平步青云。哦，什么大冤案？那是越王李贞兵败之后，当时薛青林寄居在江州的黄国公李俺门下，他写密信投入同轨，揭发黄国公曾与越王暗中勾结，密谋反叛。哼，这个卑鄙小人。是啊，黄国公李矮是太宗皇帝的侄子，先帝的堂兄弟，为人谦和有礼，谨言慎行，从不仗势欺人，在江州一带的威望极高啊。当时皇帝初登大宝，地位不稳，对李姓宗嗣本就心存戒惧，一闻此事顿时大怒，未及详查，便派遣内卫赶赴江州，将黄国公李矮一家捕入京城。捕入京城之后，满门抄斩，由此又连坐了近100名李氏后裔。这桩惨案，是继越王之乱后，对李姓家族展开的最大一次清洗。至此，李姓后人几乎被诛灭殆尽，而薛青林也正是因为这次诬告得宠于帝前，圣上亲自下诏嘉奖，赐其侯爵，世袭罔替。就这样，薛青林便踩着李氏宗嗣的鲜血坐上了平南侯的位子。这种人肯定不得好死。此事已过去20余载，记得当时我正任大理寺卿，亲眼目睹了屠杀黄国公家人的全过程，真是惨不可言啊。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。皇帝杀人如麻，这一辈子恐怕是难以平安了。哦，皇帝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如果他不采取断然行动，地位便很难保全。可恨的是薛青林这帮乱臣贼子推波助澜，助纣为虐，
是为恶中之首。狄先生，您钓的鱼精来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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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在这里。啊，您慢用。好，好。哎，来来来，尝尝我钓的这个鱼精啊。胡大娘，啊，锦娘，你回来了。嗯，刚刚我听到这边有声儿，才过来看看。你是怎么回来的？逃回来的。大娘，我爹呢？他呀，一早就跑到衙门去告状了。什么？他到衙门告状去了？是啊。哎呦，坏了！他可真糊涂。我跟他说过，千万别离开家。他刚走没多久，平南侯府那帮天杀的就来了，把这儿啊翻了个底儿朝天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啊，咱们呢就在这儿打尖吧。来啊。哎，嗯，老人家，不是那位江中吊叟吗？先生乃是栈道之中行色匆匆之人，小可林永忠，敢问老人家贵姓啊？哦，姓狄，狄怀英。哦，领教了。一日之内两次相遇，可谓有缘呐！啊。先生如不嫌弃，何不与我等同桌用膳呢？哎呀，这萍水相逢，怎敢叨扰老丈？哎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呐！先生言重了。这老丈说的是，那小可就不客气了。请。请。这位先生，啊，您真是赶巧了。狄先生今儿刚刚钓了一条鱼精。啊，鱼精？就是这个。哦，弟弟啊，请。好，请。我看先生不像是个寻常的行路之人呢。哦，那请老人家猜上一猜。全当是耍子。手行长而干枯，右手食指尖处稍稍凹陷，中指平滑，无名指关节处凸大，说明这是一只常年握笔的手。啊，你身上穿的是江州一带出产的丝质圆领袍，一般情况下，在本朝没有功名的人大多服斜领袍，而有功名的人按制必须服圆领锦袍，因此你定有功名在身。从面部特征看，你的年龄大约在41、42岁左右，因此
从年齿、肤色到你的气质和手部特征综合判断，先生定是一名进士家。啊，神龙元年及第，所中在30名之后。怎么，老朽猜错了？啊，不不不，老人家捉得一点没错。小可42岁，神龙元年进士及第，中在第35名。哎，老人家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从你的年龄和手部特征推断，应是10年之内考取的功名，而后金榜得中。那么10年之前正是神龙元年，而且在神龙之前3年与之后的2年朝廷都没有开科，因此你必是神龙元年的进士。哦，先生，那您怎么知道我中在30名之后呢？哦，这就要从本朝的科举之制说起。春秋之为祖有定制，中在前30名的进士由皇帝亲酌，在阁部及州内行走，30名之后的进士由吏部遣至各县内听用，而你身为县令，当然是中在30名之后，因而由吏部迁到江州任职。您怎么知道我是县令啊？啊，你身着3段锦所制的圆领袍，而3段锦则多为江州附近县一级官吏使用，所以我断定你必然是县令的身份。听说武平县令黄文月离任，因此我想你必定是接任之人吧。哦，怎么样，先生，老朽说的还算准确吧？啊，老人家真乃神人是也，林永忠万分钦佩。哎，林先生多礼了，雕虫小技何足挂齿，快快请坐，请坐。啊，老人家，您身在山野，怎么对朝中规制如此熟悉啊？啊，好了，林先生，快吃菜吧，菜都凉了啊，快吃。啊，对对对，请。你这大爷的道腿不想要了啊！不是了吧？那个渔夫是他吗？没错。哎呦，杜爷，您来了！滚！哎呦，我家吧。你他娘的，这帮王八蛋，竟然敢虎口里夺食，救走了那个小娃娃，还认得爷爷我吗？啊？嗯。快说，把锦粮藏哪儿了？哦，他已经走了。到哪儿去了？你有必要知道吗？你这老东西！大爷现在好好跟你说话，别他娘给脸不要脸，赶快说出锦粮的下落。大爷，我发发慈悲，饶了你的狗命，否则你就买口棺材准备丧事吧。你放肆！哪儿来的兔相公？你好大的声音，怎么着，你也想和老爷说话？一个小小的奴才啊，张口老爷闭口老爷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啊？身为婢仆，自应谦和下人，恭谨忍让，而你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方里，霸道街市。我问你，你仗的是谁的事？哼，说出来把你的小命吓掉半条。平南侯听说过吗？哼，当然听说过。平南侯薛青林身为朝廷勋爵，自应以身作则，遵纪守法，想不到他竟然纵仆乱世，横行乡里，这种人当以重罚才之，以儆效尤。说什么呢？住手！侯府的恶奴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当街行凶，不是法纪。你以为这
世上真的没有人治得了你？你以为真的可以这样横行霸道，鱼肉百姓？告诉你，好东西啊！今日犯在我狄某的手中，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。霸道东西找死你！老东西，我现在给你两条路：第一，让我这帮兄弟把你打死；第二，你把地上的菜给我舔干净，告诉我锦娘的下落，就饶你的狗命。对，就是。快说，我也给你两条路：第一，赔偿店家的一切物品损失，并且向狄某和林先生叩头赔罪。东西，我想听听他给我的第二条路。第二条路恐怕就不那么好看了。我要拿你到县中治罪。你们撒泡尿照他要拿我到县中治罪。老东西，刚刚你这一抓已经把自己送到了县衙之中。我先把你这老杂种送到阴曹地府去。哎，弟兄们别动，把人家拿手上，别动别动，小子别动，什么人，都是黑人啊。我已经很生气了，不要再激怒我。刚才狄先生说的话你都听到，希望你能够照做。怎么办啊？别动，小子，你敢动侯府的人，我让你吃不了我刀子刀。现在你准备照狄先生说的话做了吗？小子，你奶奶的，有种的你就把老子左手也打断。哎呦，怎么办？上不动，别动。我再说一遍，先把东莞家抢出来，店打扫干净，向两位先生赔罪。弟兄们上楼。我已经说了两遍，你要让我再说第三遍，否则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挂在这店铺的门上。先生，二位先生饶命啊！大人有大量，是小的瞎了狗眼，小的不是人，你就饶了小的吧，饶了。色厉内荏，欺善怕恶，一副恶奴的嘴脸。是是是。行了，起来吧。我记得刚刚先生说的，除了赔罪以外，还有别的吧？是是。你们都是死人呐！啊，还不快过来，把这收拾干净！是是是是，兄弟们起来，快走，快走！这边这边，来来，把这你们给我收拾这边啊！快点快点快点，收拾干净了。哎，几位爷，不敢劳你们大驾，小人自己来。哎呦，得了，兄弟，还是我们来吧。太多了，要不然从我怀里掏。大爷能饶得了我们呀？太多了，断你娘的嘴，还给人家。哎，几位爷，几位爷，您看这样行了吗？元芳，带他到县衙治罪。今儿出门没挑好日子。五爷，你也去。这边擦干净了。尔等听着，今后再敢为非作歹、欺压良善，此贼就是你们的标榜。是是是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。必须告诉薛青林，如果他再敢造次，我定不饶他。是是是是是是，去吧。哎，哎，快走！狄先生，您可要小心点儿。你就放心吧。啊，永忠啊，啊，走，去县衙。好。狄先生，
找上门来了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，爹？爹，这是怎么了？老人家，咱们过去看看吧。走。锦娘，锦娘，锦娘，这是怎么了？他们杀了我爹！啊！五爷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他说衙门杀了他爹。正是。你赶快逃走吧，平南侯府的人正在找你呢。我知道，我问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？你爹不是我们打死的，你别多问了，快走吧。我爹犯了什么罪？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他？你真是不知好歹，再不走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平南侯府，他们正愁找不着你呢。你们这些天杀的和平安侯府一起杀死我爹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你这不知死活的女子，还不滚开，抓进去，交给平南侯的人，咱们就脱了干系。对，好，住手！此女身犯何罪？尔等为何要将她抓进县衙？你是何人？回答我的问题！她得罪了平南侯府。哼，得罪了平南侯府？得罪了平南侯府就要被抓起来？这五平县衙是朝廷所治还是平南侯所治？此人是因何而死啊？他，哎，我说，你们都是哪路神仙，跑到这儿来多事？平时受平南侯府的气还不够，还得听你们在这儿罗嗦，还不赶快滚？要不把你们也抓起来！我把你这大胆的造例，我等法犯哪桩？律犯哪条？你身为宫门中人，竟罔顾律法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恶言威胁，真是枉披了这身官衣。你，我来问你，锦娘身犯何罪？她的父亲身犯何罪？竟致惨死在县衙门前。锦娘不过是伤痛父亡，击鼓询问，可尔等竟不问取职情由，不知抚慰连续。倒行逆施，罔顾国法，以平南侯府为奴，竟将被害之人所拿进衙，真是狼心狗肺，禽兽不如。今日在这县衙之内，你说出道理还自罢了，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，重刑处之。这是谁在县衙之内放此狂言呢？大人，是我。
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